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我在 FAC 警员面前使用了禁闭者的能力，我伤到了那些警员，也影响了清理狂恶的工作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想保护那个女孩，我不知道会这样。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我不认识他，我没来得及问，可能是辛迪加。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清楚。冲动了，我看见当时有七八个警卫，都是成年男性，拿着警棍要追打他。那女孩被逼到了街角，求着警卫放过她，她蜷缩在地上，指甲嵌进地里，流了好多血。她明明一直忍耐着不让狂恶发作，但是那些警卫还是不肯罢休，他们。很过分的话羞辱那个女孩，说她一定是因为脑子里想的全是肮脏的事情，才会有这么高的 M 值。可即便如此，她都没有反抗。我情急之下也不知怎么回事，手里就出现了这样的光球。即使那个女孩真的是狂恶者，即便我根本不认识他，但我觉得他或许是善良的，至少比那些欺辱他的人更善良一些。抱歉，是我擅自下了判断。您知道了，我不是故意要隐瞒的，我只是不想让父亲知道，他非常讨厌狂恶。他觉得狂恶是一切犯罪的源头，而禁闭者是世界上最邪恶、最危险的存在。我也不清楚。我只是觉得，一个人的善恶或许不是靠数字和疾病定义的。每次我这样说，都会被父亲痛骂一顿。
说我是斯宾塞家最笨的孩子，但他可能也没有想到我有一天会笨到为了帮助狂恶成为禁闭者。为了一个陌生人做了这么冲动的事，最终还把自己卷了进去，现在又给 MBCC 的大家给您添了那么多麻烦。对不起，是艾瑞尔太没用了。那些警卫，那就好。也不知道他在辛迪家过得怎么样，听说那里到处是黑帮，会不会很危险啊？他的狂恶会好受一些吗？啊，艾瑞尔只要不成为大家的累赘就好，只要斯宾塞家不知道我的下落，就不会因为禁闭者的事情受牵连，父亲也不会因为我救助狂恶的事情生气上身。这样就好，即便艾瑞尔消失了也不会有什么关系。局长，您可以再重复一遍吗？艾瑞尔不是一无是处。我怎么哭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吧。奇怪，眼泪好像停不下来了。原来被认同是这样的感觉，然而也可以不只为了斯宾塞家存在。我可以为自己提一个请求吗？我想回去看看父亲，或许这会是最后一次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Thank you.